喂，啊，行，我马上过去。什么情况？哎，幽默，主要是幽默感。男人如果没有幽默感，在我看来就是个废物。对，没错，你这件事情现在还提不到日程上。好吧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回头我们再通电话。好，就这样，再见。嗯。哟，到底怎么了？哭过了？没事儿，熬夜熬的。看你这个状态，我都不敢跟你说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你就说吧。你那个书稿到底怎么样了？主编又在催了。我不知道。不就差鼠来宝一个章节了吗？赶快跟你那个什么二哥联系啊！我，哎呀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刚才买东西快把我气死了。买什么东西能气成这样啊？好，下班以后我陪你去买。真的？嗯。二总好。嗯，你好，小红啊。哎，小红。哎。这趁这儿没人，你跟我唠句实底，你到底多大？18呀。胡说！正面看、侧面看都不是18，是不是你们家里有人欺负你，逼你离家出走？哪儿啊？跟二哥说没事，二哥帮你解决。二哥，你到派出所还贫呐？啊，你可回来了，走，回去进屋去。干嘛？你三叔等你呢，在屋等你呢。您就吓我，三叔能有什么事？我这正调查呢，快别。什么事儿？你自己办的事儿，你不知道？什么？我办什么事儿、啊？快，跟等你的都生气了。去，二哥。啊，什么？没什么事儿，我怎么？笑脸的，快点。这纸不卖，不卖，不卖！您干嘛摆这儿啊？这纸不耐酸。我们不在醋厂里用，不耐酸没事儿。那可不好说，这人要是酸呢，可比醋厉害。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有买卖不做吗？赚不赚钱是小事儿，这心里别扭那可是大事儿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您就别计较了，大姐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叫谁大姐呢？那，您愿意让我叫您小姐？什么叫愿意啊？我有名，我叫甄优美。哦，好，嗯，甄优美小姐，您看。我们能反回头来找您，就不想让这事儿僵着，而且这里面肯定多少有点误会。行了，您就别计较了，卖给我吧。行，要都像你这么懂事啊，我就不计较了。说吧，买多少？多少？哎，我都忘了多少了。上次是他买的，他是谁啊？二哥。别提那二哥了。能不提吗？那是心上人。你不卖就不卖，你干嘛讽刺人啊？啊，好，行了行了，上回啊是4米，哎，120米啊，赔了我认了，但是不管装啊。哦，对了，你回去给那姓疯的疯子打一电话，告诉他我真有美，对得起他。我凭什么给他打电话呀？那当然了，就是因为你，我受多大刺激啊？什么？哎，疯二友二哥。我看他呀是连疯在二，你也小心点，离那疯子远点吧啊！
哎，三叔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就是本来想让他便宜点，没想到他这人死活不要钱，这赖了。二子，对待女人啊，咱可不能这样啊。不管是那个甄幼梅也好，还是那个山红也好，哎，您听，什么叫山红啊？您还爆发呢？珊瑚好不好？珊瑚，对，我知道，不就海里那玩意儿吗？海里那玩意儿，嗯，还有惊蛰，嗯，是不是？咱们得尽点心。伤一个人容易，想抚平人的心理啊，可太难了。您这都说到哪儿去了？我跟他们，这都是普通的男女之间最纯洁的这种友情，没别的。您别瞎想，人家也是那么想的。这他们怎么想，我哪知道啊？那歌里不是都唱吗？女人的心思，男人你别猜，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，不明白，不明白就行了，别贫了。我真没跟您贫，我其实心里边就是怕这事儿，您知道吧？你不知道这女同志什么时候高兴，什么时候不高兴，所以我老躲着。二子啊，我跟你说呀，是对待女人的，怎么着？算了算了，当叔的没有就这种事儿。三叔，您不能这么保守，您得互相交流一下。这三叔，快，您支掌招。行行行，我还是跟你说说那个，你写的叫什么来？那个。整改方案，对，整改方案，我看过了，不错。什么叫不错？那应该是相当不错。问题您不实施，管什么用啊？那利润从里边也出不来。所以说这事儿你得盯着。我要你回来吗？我哪有时间回来呀，三叔？外边多忙啊，朋友的事、哥们的事、自己的事、街坊邻居，我都得照应。怎么了，您？岁数大了，这家里家外的事儿，哎呦，我那腰拿腰。那三叔您放心，于兴居的事我负责落实，还不行吗？哎，要我拿，拿不拿？不用，一会儿，先快坐坐。这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坐。哎呦，您这病好的有比来的都快，不用麻烦医生。听话比什么都强。哎，三叔，我提醒您一下，您不能老这么吓唬我们这病啊。这药不是口香糖，没事就啪含一块，啪含一块，那不好吃。谁吓唬你了？您这一会儿来一会儿走的，可不是吓唬吗？真疼啊！你以为我还真看不出来呢？不是我吓唬您啊，不能这样，抽不冷的来一下，抽不冷的来一下。过两天您没事，我到时候抽过去了怎么办？你小子，去该干活去。不错。行啊行啊，哎呀，颜色相当成功，这次绝对是圆满了，知道吧？绿色，透着那种年轻朝气，而且环保。对于咱们店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兔子喜欢绿色呀，这就是招兔子，兔子就是财呀，对吧？但你们脸色不行，面带菜色，尤其你们三个男同志。一定是春风拂面的感觉，要暖洋洋的给顾客，红润点儿，红润点儿。你看我，咱们还是正规的训练，从军训开始，基础练习，少息力量必须做好。听我口令，少息，立，没喊正呢就回来，正，令行禁止，懂不懂？挺胸收腹。挺胸不是女人的专利，男人也要挺起胸膛来。知不知道？风儿有在吗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以为你以后就再不出现了。少说风凉话。你脱一下，赶紧忙起来啊！练练春风拂面的感觉，知不知道？那。这个给你。干什么？就算是你帮我装纸的工钱呗。还装啊？不，你给我一箱的东西，我也不会装啊。也不去算。啊，别。行，那我去，我现在就去，还不行吗？现在。行。
你们练春风拂面，我出去装装。快走，咱们走，装装东西啊。丁点到。这基本就算大功告成了，哎呦我天哪，这活干提心吊胆的，比做手术都紧张，怕捅破了。钱呢？二哥，我觉得你真了不起。这不是了不起，你知道吧？这就属于胆儿大，什么都敢干，没文化，你知道吗？谁说的呀？嗯，我还有事儿想找你帮忙呢，就是上次我跟你说那本书。哟，那事儿。我还真帮不上你什么忙。那你要是都不能帮我的话，那我就没法。哎，别那个，别这种眼神，我。哎呀，行，那我帮你。真的？帮。那太好了，那等明天家具进来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工作，好吧？行，随时听候调遣。我再给你接点去。哎呀，这眼神啊，好，还挺好的，那个好看，他那好看啊，后头哎挺好的，哎，怎么样？啊？谁让你们穿成这样的？是二总让我们穿的。这衣服啊，看看这衣服不觉得难看啊？二总说了，为了让客人知道咱们店卖的是绿色食品，卖绿色食品就得穿绿衣服啊。脱了，你就让他们穿着吧，别惹你爸生气。这事儿和我爸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你爸同意的，这工作服也是你爸出钱买的呀。这简直是瞎胡闹。你看我这头发，也是你爸跟二子。妈，你也跟着瞎起哄，那不是顺着他吗？这还干活，没事啊，没事。丁香，哎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小心。嗯。二哥，嗯，我走了，送静儿姐。干嘛？不用，天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，送人家。行，那我就送你吧，正好没事我也溜达溜达。这也就是今儿啊，明天我就没时间了。告诉你们啊，明儿起我以后就再也不是我了。那你是谁呀？就是我。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封二勇开始要写书了。嘿，真不错，没想到你是立竿见影，马上出效果。你随便看看。太厉害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女人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。我看着了，你看我那装修了这么长时间吧，我就从来没有过这种调子，这种感觉。你看这种文化的气氛。爸，我就是想问问您到底是怎么想的。您要是真觉着二哥的改革措施好，那我就不拦着。好嘛，谈不上。那您还由着他的性子胡来？胡来也谈不上。折腾总算吧。丁香，叫你二哥折腾吧。什么？啊，不，叫你二哥改革吧，能在自己家里边实现自己的理想，也是好事嘛。你先干一杯吧。干一杯。嗯。为了点什么呢？为了点什么呢？嗯。为了黄河的枯水期越来越短吧。有点太大了吧？嗯。我觉得就为了咱们这本书吧。哎，好，为了我们合作成功啊。嗯。二哥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咱俩的这次合作啊，关键能够在于互补。我要例子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现编。那有了这些例子，我就可以针对这些例子进行分析归纳，
把民间语言的那些特点和民间语言的丰富性进行一个整理，这样咱们的书就成了。说到这个，我既紧张又兴奋。我觉着您就是惯着二哥，我真不明白您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呀。丁香啊，你是不知道爸爸的苦衷啊。那您倒是给我说说。这么说吧，如果有一天虎子的爸爸突然觉得自己对不起虎子了，会不会由着虎子性子让他胡来？会吧。谁太不省心了。妈，您干什么呀？这样看多丢人啊。你想气死我啊？给你的钱都送到这儿来了。我不饿。不饿跟我回家去。我还得上课呢。哎，妈，你再给我点钱吧。不是不饿吗？现在饿了。跟我走，给你做饭吃。你能别折腾我们家这饭馆吗？谁折腾了？你这一句话，店里的伙计都穿上绿工作服了。俗话说的多好啊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身上必须带点绿啊。还有什么餐厅卫生、微笑服务，这些不用你说，大伙都明白。二哥，我建议你给餐厅办点实事儿，带点能买单的客户来，别老折腾我爸我妈。还你怎么老说我折腾呢？我怎么折腾他们了？你是没觉得，那是因为大家都怕你，不敢告诉你。谁说的？谁不敢？你说出来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至于该怎么办，你自己考虑吧。不过今天咱们的谈话千万不能告诉我爸我妈。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们啊？你是一个大男人了，应该到外边找点自己的事儿干，别老给家里添麻烦。谁呀？我。二哥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我吧，就在家，我忽然有一种那种创作上那种灵感和冲动，我说赶紧找你聊一聊。现在啊，突然有灵感了啊？不方便。没有没有，那你就先进来吧。太挺晚了。没事。嗯。来，随便坐。你说说，都有什么灵感啊？那个是那个我就想住这儿去。住这儿啊？不是，你别误会啊。我就你那不是门里边也有锁吗？我就这儿啊，或者是那儿啊，就是特不是。你家不能住啊？家能住啊，就大院子嘛，我一人有一间房。放管你想乱呢、啊？哎呀，每天人来人往的，我这两天我就进入点状态了。有时候在那想啊，这东西怎么弄？我正在关键时候，那边秃头撒，我完了回去了，我又在那憋半天。哎呦靠！找出刚才那苗子了，嘿，兔头俩，完了，我这一天基本被兔头全吃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就说别跟兔子一块儿为伍了。到你这儿，我觉得可能这灵感啊，这个更旺盛一点。你看没关系，你要是觉得不方便或者是不合适，我就附近到时候去哪儿找个小旅店，我在那儿。安静，你知道吧？没有，我也不是那个意思。没事，这么没事，你定。那行，反正咱们是为了工作嘛。嗯，那你就住这儿吧。行。啊，行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个下午想了一个
挺好玩的一个事儿。行行行，这不着急说，我先给你倒点水。行啊，我不喝甜的饮料啊，茶也不喝了，太晚了。起床了，都九点了。哎，别开灯！快点起啊，吃早饭了。哎呀，昨晚上、太晚了，看了一夜书。哎呀，快点啊！来，你昨天睡得好吗？昨晚上还行。但是我可能忽略了这个磁场这事儿，你知道吧？按理说应该是脑袋朝北，脚边冲南，我是睡反了，我脑袋冲东，脚边冲西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一晚上除了睡觉完了，我就在那一直想搬过来较劲。你呀、赶紧把这磁场调整的跟地球一致了。好、咱们可是正式要开始创作了啊！对，不行你就搬过来住吧，我搬你这，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我搬过来住，那个每天晚上我都，不是我主要是那本《乌龙院》我没看完呢，你知道吗？就你是不是跟家里闹别扭了？没有，我们能闹什么别扭？一家人，就我们家比较复杂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女人事儿比较多。我不是说你啊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有文化有知识。我们家的女同志都是家长里短，你知道吧？除了兔子脑袋就是兔子尾巴，没什么大事。行，赶紧吃吧。这加一块能吃吗？你尝尝，效果还不错。甜的咸的都在里。还好吧？哎，还行啊。怎么是我多疑呢？这明明就是你告诉我二哥不回来了吗？我真的没有和他说什么，您怎么就不信呢？您鬼才信呢！你现在打电话给你二哥，我亲自问他。打就打。那。喂，二子，我三叔。谁？不，谁？啊？哦，三叔，我这信号不好，你说什么事儿？你怎么回事？没事，真没事。我在一个朋友这儿安心的搞创作呢，对，没时间。哎呀，我的时间也不大确定，不好说什么时候回去。您放心，我能不管于兴居的事吗？等我这边处理完了，我再帮您弄。行，那改革方案我回去尽快帮您给整理出来。好。哦，跟我没什么关系吧？二子，我不管你在哪儿，马上回来吧。我今个三叔今儿心脏又不太好。哎，你看着办吧，啊！我真不明白，您怎么这么惦记着我二哥呀？我大堂里。